最近我们在谈原住民的土地历史转型正义。那子女为了今天的表演从台北下来，就是为了要唱这首歌。你还有梦吗？还有梦吗？新南向政策，你还有梦吗？这是一个朋友叫马耀比吼写的，因为他在当导演的三四十几部片子里面，他一直看从镜头里面他看到的是自己族人。他曾经拍很多祭典的事情，但是从祭典原住民自己族群里面祭典，他从那美丽的色彩声音里面看到原住民族群自己的灵魂继续在这个场域，在族人的身上看得到，可是却多了很多的陌生人，而且跟自己族人的节奏跟自己族人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更多的一些人，那他自己也进入到更多原住民族群的问题，从镜头里面看看，从镜头的后面，后来他自己走到镜头的前面，试着想要做一些的改变。虽然他的改变很缓慢，但是事实上对后面的那些人，我们也都有一些深刻的影响。你还有梦吗？失去土地，失去历史，你还会知道自己是谁吗？失去文化，失去你的未来在何处？没有学历，没有金钱，你还有梦吗？看看他，你的身体。
们下课休息10分钟，大家可以上个洗手间或。